Jackson 王嘉尔先生，他是我们这次舞台2023的创意总监。真的吗？请作为一个配合度很高的乙方啊。一杯两杯想到你，无论何时想到你。哇，好看吗？很冷，我很冷。小夏姐，酒吗？嗨吗？听妈妈的话。哎呀，今天那个表演真的不是我自己。对不起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Look up， 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在我的酒醉的夜，说什么都有，我用的是时间。明明你有被壁咚过吗？你喜欢很直球的那种，还是默默的那种？那有被告白过吗？周深舞台2023正式官宣舞台推荐人周深，这两天现场 report 铺天盖地，能看出来周深对专业的认真程度，对每一首歌曲的点评那是相当的精彩。7月4号舞台2023录制，开场就是周深的人世现场。周深一身流行解构风，黑色拼接紧身打底，白色披肩，白色斜挎背带，黑色皮靴，黑色手套，胸前两根项链，很多 bling bling 的首饰，头发往后撇，这一身的造型已经帅炸了。在舞台下工业风的布置，很多人提着夜灯狰狞地看着周深，周深边走边唱，严肃又冷静，仿佛身处于混乱的黑暗之中。接着周深从升降台上来，一束光打在他的身上，雪花在飘，背后是直达棚顶的生命之树，目测有十来米，周深像是在孤勇的歌颂，最后突然爆发，在地面上燃烧了焰火，巨树开始燃烧，周深唱得特别的坚毅奋勇，像天神在拯救人间。最后一段儿童的吟唱结束时，一个戴帽子披风的小女孩递给他一盏灯，周深单手接住定格。这舞台宏大又酷帅，在现场的米子们心脏还好吗？看了这些现场米子们的 report， 更想看正片了，狠狠地期待周深的精彩舞出，期待舞台2023的播出。喜欢音乐人的都知道，在音乐圈有个周深，他只有30多点岁，但反响却很大。他现如今已经是红遍海内外的歌手了，而且他的舞台越多，圈的粉也越多。原来不知道他的人，现在也已经对他有了兴趣，并开始关注他了。周深从出道以后，敬畏舞台，热爱观众，他的努力付出和他受欢迎，让他在舞台上越来越有自信了，越来越有风采。音乐人说周深，他驾驭作品你就放心享受就好了，什么类型的歌只要他唱，要么就是很享受，要么就是很震撼，他一定给你带来惊喜，而且真的就有魔力。平常他特别可爱，一唱歌就突然变成了一个从天上下来的唱歌的天使，真的就是一个小巨人，这么点的一小只站在舞台上，一个大的巨人。周深近日工作繁忙，参加的演出一场接一场，特别是在国家大剧院演出的是周深音乐生涯最辉煌的殿堂级的演出，周深演唱的《灯火里的中国》将载入史册。周深不断努力遵循国家的方向，唱好歌做好人，他的为人，他的礼貌有目共睹，他的支持者遍布世界各地，他不论在哪里演出都有他的生命在现场支持他。大家说周深值得我们这样，周深正朝着更大的目标前进，他应该就是年轻一代歌手的榜样吧。世界是什么模样，走过山水一场梦一场，那迎风呐喊的海浪，要多久多久才会遇上，冒险的人是否会感伤，
风起璀璨一生谁收藏，那深埋心底的愿望要多久多久才会登场，沿途一身泥泞跌撞的是我，忍痛唤醒不回头的也是我，就让一路曲折每一道伤口洗尽我的脆弱。每一道伤口洗净我的脆弱。